没得分呢，上半局挂零，下半局呢目前也会挂零，一二四六都是零。双方都有分数的进账，不过一个打七分跟一个打一分呢，就差还蛮多的。七局上半轮到兄弟象队的进攻，打击轮到的是第三棒的周思齐，这一个球扛起来，摇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出去了！周董开轰啦！兄弟象队啊，打全垒打最多的球员周思齐来了一个 solo home run， 中间方向。周思齐本季个人的第八支的全垒打，哇，也是在为明星的 Home Run Derby 全垒打大赛啊热身一下。阳春炮帮助球队呢灌进了第八分，现在是8-1，兄弟相对呢取得七分领先了。这个球在周思齐击中球的那个感觉，他就觉得哎，这个没有问题了。他就看出他露出的这个浅浅的一笑。是，今年。真的是手感相当的好了。之前我来 TV 新闻，哇，哇，打学长靠那么大力、啊，当然也是为这个队友打气加油了。今天在我来 TV 新闻呢，其实就讲过周董今天手感相当好。看到这个，哦，真的有微笑的感觉哦，哇，这个嘴角下端稍微。